大家好，我是学长，欢迎来到学长开箱。今天非常高兴要为大家介绍的器材呢，就是我们手摇磨豆机里面叱咤江湖已久的魔王，叫做 Commandante。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台湾可能比较熟悉它的名称，可能叫做 Command， 就是司令官的意思哦。它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德文啦哈，所以我们叫做 Commandante。那这台磨豆机呢，在精品咖啡市场的江湖地位呢，其实是非常的崇高，也是非常多磨豆机的指标机。好，那首先呢，它是一台德国血统的机器哈，所以我们一般都对德国的工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除此之外呢，它名震天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研磨均匀度呢非常的高，粒径的分布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各大比赛，譬如说今年的世界杯冲煮赛，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选手呢可能会选择 Commandante 当做他们的比赛使用机。当然，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去比赛常使用的 EK 磨豆机呢，它无论在体积或重量上面都非常的大，所以在携带方面当然是相当的不方便。而这也是 Commandante 它最迷人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有媲美 EK 磨豆机的品质，但是它的重量也好，或是体积也好，都只是 EK 磨豆机的1%。难怪 Commandante 在各个国际比赛上面会看到它的身影。好，那我们了解了它的基本介绍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哈。当然，外观好呢，也是手摇磨豆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谁都希望自己出来的武器呢，就是比别人美一点。那 Commandante 的主要外观呢，采用的是原木的贴皮设计哦，里面还是不锈钢，但是外面的是原木贴皮。我手上这一只呢是铁刀木的木皮，那当然包括这个斑马木的木皮也是非常的可爱，然后这个是竹子的，这个竹子木呢真的是日式风格比较强一点，然后还有黑色的，这就是不是贴木皮的哈，这不是贴木皮的，然后这个是红色沉木的，然后还有樱桃木等等等的其他材质，其实都非常有个人特色，然后整体的重量感跟质感都非常的好哦，所以当然它的价钱呢也是非常的好。OK， 那在握把的部分呢，采用的是橡木的握把 ，OK， 这个部分是采用橡木的，那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拆卸的，然后轻轻压下去就可以把它固定住。然后橡木的颜色呢有两大类，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原木的色。那粉槽的部分呢，采用的是透明很厚实的玻璃的设计哈。那当然原厂呢还有附赠一个茶色玻璃的吸型的罐子哈，你摸完以后呢是可以把它带出去使用的。那看完这个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更重要的内部结构的部分。那在机身的部分呢，贴皮的内部采用的是高氮马氏体钢，那这也是 Commander 呢他自己独到的一个材质啦，然后就是使用上面的德国工艺，它的坚韧度非常的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刀盘的部分，刀盘部分呢，这个是我们的刻度旋钮，先记得把这个摇臂呢先装上去，然后呢转开刻度旋钮，然后可以听到嘎啦嘎啦的声音，每一格就是代表它的研磨度调整。好，那你把它转开，好，那我们看到刻度旋钮上面呢有三个小珠珠，那刀板上面也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凹痕，那这个部分呢跟这个珠珠的之间旋转过程之中就会发生嘎啦嘎啦的声音，你就可以借由这个声音来确定你每一次的调整的刻度，你每一声就是一格哈，刻度旋钮的部分。然后这是刀盘，刀盘的后面呢有一个弹簧哈，这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刀盘的部分哈。那Commandante呢采用的是锥刀的设计哈，那这是一个七星刀哈。那使用的钢材呢也是高氮不锈钢，也是一个非常耐用而且锐利度非常好的材质。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刀盘以及。这边可以看到外刀盘的设计，这两个刀盘的两个间隙的控制呢，就是 Commandante 非常独到技术。那这也是 Commandante 为什么那么贵的原因啦。那每一台 Commandante 呢，在出厂之前呢，都有经过非常严密的间隙的校正，使得 Commandante 在研磨的时候，它的粒径分布呢，真的是非常的均匀。OK， 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部分。好，我们可以。把中间这一个抽出来，就看到我们Commandante的中轴的部分哈。好，中轴的部分，中轴跟我们的旋钮的部分呢，它是有一个磁吸的
的一个结构，所以上面是会有磁力的，可以把它吸上去。但在研磨的过程之中呢，你也可以确保你的这个盖子呢比较不会飞掉，比较在磁力上面会比较放心一点点。OK， 这是中轴的部分。那下面还有一个垫片，那这些呢就是卡门当腿呢可以拆卸的所有的结构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外刀盘的部分。那外刀盘呢以及里面的轴承呢，徐老师建议大家呢是不要去拆卸的。一来呢，它的要拆卸要特殊工具；二来呢，卡门当腿原厂也希望大家不要拆卸。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间隙啊，都是经过校正过才出厂的。如果你把它拆卸掉以后，有可能会造成研磨度的均匀度的问题，所以是不建议拆卸的。那我们怎么清洁呢？其实，在外刀盘的部分，其实可以很简单，用学长之前说的，用手套的方式去稍微擦洗一下，用手套稍微搓一下，让你刀盘干净，或者是使用棉花棒把刀盘清干净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很想要把油脂去干净的话，建议你们可以半年左右可以用磨豆机清洁锭倒进去，把上面附着的咖啡油脂清干净。那对于这种高阶的器材，建议大家还是在保养上面还是要稍微用点心，不要过分暴力把它拆光了。那轴承的部分呢，卡门当腿呢可以看到里面呢是有两个固定中轴的轴承，然后中间有一个转珠珠，那转珠珠的部分呢就可以牵动我们的中轴，那在研磨的时候呢可以带动我们的刀盘进行研磨。那这也是卡门当腿呢它一个很厉害的技术呢，就是它里面的轴承的松紧程度以及密合程度呢是非常厉害的。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中轴放进去的时候，好，放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觉说呢，在下半部的轴承的稳定度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在上半部的轴承部分，是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间隙的。我们可以把悬臂放上去看看看，就会发觉 OK， 在这个部分似乎有一点晃动，但这其实卡门当腿他自己的一个设计啦，就是他在下半部的牵动刀盘的中轴的部分呢，他的间隙抓得非常的紧，那可以减少在研磨的时候呢均匀度的问题，可以增加我的粒径的均匀度。但是在上半部的部分呢，它就让做间隙稍微做松一点点，再让你在研磨的时候呢可以减少因为间隙过度紧而导致的施力上面的困难，所以可以同时兼顾研磨的速度以及省力，另外一部分就可以增加研磨的品质。而以上这些细节的综合考量，它的轴承的稳定度还有刀盘的设计，中中的加起来呢，会导致于你的粒径分布的均匀程度，而这也是卡门当腿呢蛮深得人心的一个部分，确实在品质上面还有均匀度上面都是非常高的品质。OK， 好，我们把它组装回去。好，组装的时候呢，先把垫片放回去，把这个弹簧的部分呢，要先塞到我们的刀盘的后面部有一个口，把它塞进去。好，然后呢，我们再把刀盘放进去。好，这时候刀盘就会呈现出一个这样的弹的状态，弹的状况，然后再把这个刻度旋钮呢旋回去，那旋到最紧，好，旋到最紧的时候呢，在旋钮转不下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刻度为零的标准值，那你往下听到一声咔一声，咔一声，咔两声，这就是刻度一跟二了，所以就这样就可以靠声音以及旋转的程度呢，就可以控制它的研磨粗细的大小。那卡门当腿另外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是它的研磨度的范围呢是非常大的，从最细到 espresso， 然后到手冲，然后甚至到杯测，甚至法式比亚壶呢，它都是可以兼容的，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很万用的磨豆机。那一般来说，我们的手冲呢大约会在25上下，那徐长可能比较习惯是用28到30的刻度，那当然大家可以呢根据自己喜好的程度呢来做调整。好，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卡门当腿它的研磨速度和均匀度，我们先测两个，一个是手冲研磨度，另外一个是意式的研磨度。好，那我们先用20克豆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把它磨完。好，我们在现在粉槽里面装了豆子以后呢，把摇臂拿起来以后呢，就可以100%把豆子均匀的倒进去。OK， 好，准备好开始。那在研磨的时候呢，其实速度不用过分快啦，不用太激烈齁，你就顺顺的磨就好了齁。其实这样子对于你的研磨的品质来说呢，反而是更好的。毕竟使用磨豆机的吃力呢，还是有点影响的齁。那我使用的是
中偏浅烘焙的豆子。那当然卡梅当腿呢，在浅烘焙、中烘焙、深烘焙都可以磨。在研磨浅烘焙的时候呢，当然豆子越硬呢，会比较需要吃力的。但是在以卡梅当腿这样的设计来说呢，其实都算是相当好磨的。OK， 好，我们已经磨完了，可能不到一分钟，我们就把20克磨完了吼。然后以这个刀盘的设计来说呢，真的是相当的轻松。看一下研磨度的粒径。以目测来说呢，几乎没有比较显著的粗粉跟细粉，算是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均匀的哈。那实际上在冲煮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完全感觉到卡梅当腿它的均匀度的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好的，在风味的表现上面，只要你给水均匀度不错，你就可以很大量的释放出风味。OK， 好，那我们再来磨一个比较细的研磨度。那我们把我们的研磨度呢，刚才是28，我们现在调到大概12左右哈，所以往细的部分调。那12这种意式的研磨度呢，其实很多手磨豆机是吃不到的。OK， 好，开始。OK， 好，研磨完毕了，大概一分半钟左右吧。真的超细的研磨呢，真的是会稍微比较累一点点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细的研磨度。然后这个完全就是可以让你的意式机可以吃的状态了，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呢都是目测来说还是均度还是非常的好的哈。好，那这次卡梅当腿呢，它非常厉害的一个点，用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准备开始进行冲煮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卡梅当腿来做一次冲煮示范哈。那其实卡梅当腿呢是适用于各式各样的冲法啦，那它的均匀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如果你原本是使用细粉比较多的初阶磨豆机，那改到高阶磨豆机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些风味上面的需要调整哈，所以像建议刚开始呢，你可以用比较多的浸泡的方式呢，来让风味完全的展现，就可以表现出许多的丰裕的味道了。OK， 好，那我们先来称来称豆。那刚开始的时候，像建议大家呢，可以使用25左右的研磨度哈，它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不会太细也不会太粗，适合各式手冲的一个刻度。好，好，倒粉，好，我们把粉拍平。刚开始我们一定要做闷蒸，那手法上面呢会有一点点浸泡的效果。那闷蒸的部分呢，希望会建议大家的给水呢稍微小一点点哈。因为刚开始使用这个研磨度比较均匀的磨豆机的时候呢，它的吃粉的状况呢会跟一般粉浸比较不均匀的磨豆的粉呢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刚开始给小一点点的水，让它吃粉状况呢会比较正常一点点，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跟平常使用的不太一样齁。那只要用比较少的水呢，中间给多一点，缓缓往外面绕呢，就会呈现出这样的吃粉状况很好，吃水状况很好，然后呢闷蒸状况很正常的状态。他们一样闷蒸30秒。OK， 好。好，那中间给水下去以后呢，好，给下去以后，然后呢缓缓的往外捞。好，让你的粉呢自然的往外面给到大约150左右，让你的粉有一点点浸泡的效果。然后你可以不用担心哈，因为卡梅当腿呢，它的研磨度很好，细粉率呢是相当的低的，所以呢，你可以使用大量的浸泡效果呢，都不太会出现苦涩味。那这也是高阶磨豆机的一个很愉快的部分哈，香草香味好重哦。然后接下来继续第二段给水，然后那么一样，把我们的给水呢给到大约跟刚一样高的地方，到75。给75到225，好，好，那它继续呈现一个类似的高度，待会的口感均匀度呢就会很强烈，因为这个手法本身呢，它的就是一个强调均匀度的一种方式。好，第三段，好，
好，一样呢给 75cc， 让我们的粉尘呢维持在这个位置上。好，好，结束。那这个手法本身呢，搭配卡棉当配的这个均匀的粒径呢，就可以然后把风味呢大量的风味都挤出来。那你可能需要调整，就是如果你觉得25的研磨度呢稍微清淡了一点点，你可以调到22或是21。好，我们来试喝看看。但冲煮的过程之中呢，其实香气就非常非常显著。刚才我今天冲的是耶加雪菲的科契尔。那刚刚一冲下去，有非常明显的香草味道呢，就涌出来了。然后喝的时候呢，前半段的花果香呢也是很显著，然后后半段的甜感跟口感的部分呢也很舒服。基本上呢，你只要让你的粉尘呢有足量的浸泡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发挥卡梅当铁的特殊效果。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平常是冲细粉率比较高的磨豆器的话呢，可能刚开始会有一种无法掌握到的部分，会觉得好像。喝起来好像有些地方会比较空，那主要原因在于是说，因为你少了一些细粉。这个时候呢，学长建议你呢，可以稍微把研磨度再往前推一点点，吼，你就会发觉说，其实风味还是非常的饱满的，不会有空的问题。好，那这个就是卡梅当铁呢，学长的开箱，那也是一台非常厉害的磨豆机呢，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玩玩看喽。OK， 那我们今天的学长开箱就到此为止喽，谢谢大家，拜拜。